其实不太挑题材，那都是生活上的经验跟一些你练习之后美感的经验，然后找一些你觉得你喜欢的东西就把它画下来，然后其实传达的都是创作者本身感觉上或是他精神上灵魂上的东西，并不是特别在讲某个题材本身。那所以境界它就是当你达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，你在用色，你在画面的氛围上就会有不一样的呈现。那叫完美就是在讲美感嘛。跳脱造型的限制，所以它感觉上会有一些好像蒙成一层纱或是比较迷蒙的，就是不在它的造型上特别去注目。对，但是也不是像写实的画面就是用光影来做，还有一些比如说色彩上的跳脱。并不是完整的书，但是整个画面的氛围会让你找到一种协调感，透明度很高，所以它叠的层次可以很多，跟油画的那种层次就有一点落差。是一样的说法，就是没有形体。那叫美丽新世界，就是因为画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有另外一个，也是另外一个境界啦，然后我们就用新世界来取名，因为它整个感觉上是比较讨喜，比较华丽的。